第二十四题，有两个容器，甲乙，甲放入100毫升水，乙放入80毫升水，如附图所示，甲乙所放入的水量，其代表的关系，下列何者正确？图中坐标所标示的 m 代表水的质量，v 代表水的体积，d 代表水的密度。我们两个里面放的都是水，它们的密度是一样的，只是体积不一样。那因为我们的密度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如果我们拿质量跟密度做图，那不论质量多少呢，它的密度都一样。那我们不要先忽略掉这个质量为零的地方。同样的，如果我们用的是体积跟密度去做图，我们也是一样，无论体积多少，我们的密度都是一样的。我们也是先忽略这个体积为零的地方。那如果我们的像我们的选项 C 这个坐标轴呢是反过来的话，那么就会变成。无论我们的质量多少，我们的密度呢都是一样的。那我们忽略掉这所谓的质量为零的这个地方。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得到，我们的选项 C 呢跟我们的选项 D 呢，都是错的。那因为呢我们是同样一个密度，所以我们的体积跟质量呢会成正比，所以呢画出来就是一条斜直线。这条斜直体积跟质量画的就是斜直线，这条斜直线呢，代表的就是所谓的密度，因为呢是同一个东西都是水，所以密度是一样的，所以呢，甲跟乙呢都会在同一条斜直线上，就像我们的 B 所显示的，而不是像我们的 A 这样，A 这样表示甲乙两个是不同的密度，所以第二十四题问我们说。甲乙所放入的水量，其代表的关系图，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。